今朝咧同一个香港嘅演员朋友倾电话，咁啊倾到咧呢两年几以嚟咧，佢喺香港就冇乜工作啦，咁啊一路咧都要靠食老本，啲老本就食得差唔多食晒咯，咁啊问我有咩办法，我就同佢讲，嗱你首先将香港嗰层楼卖咗，套现翻几百万，然后咧成个家庭搬翻嚟大湾区度住，啊，因为大湾区咧有啲城市咧。房价都是很便宜的，几千元一方，你买个100方的比你香港那层楼还大，可能都是花你几十万， 你买又得，租又得，租就还便宜，可能三几千，你跟着这些钱就放入银行，一年可能有三厘利息，你如果500万的话，一年你就会有15万利息啦，你每个月就有万几元使，在内地的万几元就够了的啦，咁佢又話：，唔得嘅喎，我話點唔得啊？因為話啲朋友、家人、同事、同學全部喺香港，唔可以走嘅。我話點唔走得啊？我19年前喺2003年，我夠一家大細搬咗嚟內地住咯，咪幾好咯？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你見我而家肥肥白白，呢啲日子其實人到咗幾十歲。就应该咧开开心心准备迎接退休的生活啦嘛，咁啊仲要每个月为咗担心嗰啲开支，咁啊病都多啲啦，真系噶，香港嘅物价指数太高啦，啊，所以咧喺香港咧随时一个月几万蚊，闲闲地要花几万蚊，但系内地咧其实一万蚊到咧就好，即系几好嘅生活噶啦，咁如果我呢个朋友真系翻咗嚟，佢。一个月如果真的又接到一个工作，譬如拍戏又好，做演出又好，那咪成个月的使费又赚返返嚟囉，那咪好开心囉，仲可以周围玩周围去食。但我个朋友话都系唔得嘅，佢始终离唔开到香港嘅，佢真系唔舍得香港。冇错啦，正所谓舍得舍得，你唔舍又点会得呢？人咧個樣咧，隨住個心境變咧，以前我哋都覺得啊，黃一山幾得有趣個樣係嘛？細路仔咁樣樣係嘛？笑聲救地球，拎5毫子去買叉燒係嘛？跟緊住俾阿廖偉雄打，撚到佢老母喺飛天係嘛？攞個笑聲拍板拍鳩佢係嘛？依一個嘅《逃學威龍》裏邊啊，周星馳叫佢阿嫲攞嘢，屌你咪咁撚樣車落去係嘛？唔知係咪即係用力一掣車撚咗佢索鳩咗？咁啊，即係當然啦，我都費緊事，即係詳細駁斥佢啊。愚蠢嘅人，你駁斥佢都冇撚運行嘅。我就係講一樣嘢啫，我就係講一樣嘢。你賣撚咗間屋，然後跟住可能有幾百萬啦，係嘛？即係可能啲窮閪都未撚供得曬600萬間屋，你賣撚曬啲mortgage，揸撚住300萬，咁啊換翻人仔，咁啊即係200零萬，咁啊人仔咁啊上撚翻大陸，擺喺銀行個銀行。哇！諗緊住攞高息咯，屌你老尾，裏邊啲嘢又平喎，啲雞屌你老母又平，100零蚊有交易喎，好撚爽喎！屌你老尾，追揼骨又平喎，按腳又爽喎，屌你老尾好撚多嘢玩喎，又揸車大江南北可以樣嘢都去喎，個天下地大好撚大喎，只不過係一個由一個香港嘅細嘅監獄，再去過一個嘅大嘅監獄，喺香港去撚到而家，我哋即刻將我哋嘅錢轉撚曬去做揸外幣，隨時走都仲得。你而家將你嘅錢帶撚咗去大陸之後，變撚咗人民幣，好撚簡單嘅啫。我琴日同我加拿大嘅 banker 開會傾偈，佢話好撚多大陸呢，個撚個都閪有閪面。點解啊？因為而家大陸啲錢根本出唔撚到國，咁出唔撚到國嘅，當然就驚你班冚家產走錢啦。冚家產走錢，屌你個老母閪，係嘛？即係你走錢，你而家走錢，你知唔知佢最多係分分鐘1-2千元美金加幣咁樣樣去走嘅？日日都螞蟻搬家，你拎咗幾百萬上去，有啲乜嘢冬瓜豆腐嘅？你個銀行户口，屌你老尾，原來啊，交通銀行好似之前喺香港人家書同埋依一個 ，sorry， 英倫 Note 有講過啊，點解唔撚見咗啊？屌你老尾，原來就俾個銀行經理無理簽名，轉撚咗去第二度，冇撚曬，冇啦，堆錢冇撚咗噶啦，你追邊個？你冇撚忘記啊？你唔撚喺大陸匿啊？你喺大陸裏邊都仲話有屌你乜有背景啊？有些人會撐你啊！你一個屌你老母香港小偉民，大灣區香港人走撚咗去大陸，你揾邊個幫你手啊？而家之前喺上面開廠嗰班嘅傻佬，個廠屌你老母，而家基本上佢哋分分鐘要密謀啊！
係即刻移居海外撇甩咗自己啊！你仲有啲乜撚嘢投人申請冬瓜豆腐嘅？屌你愣撚住條強啊！追錢追撚到你天光啊！買撚咗樓擺喺銀行裏邊，屌你老母！你每日要攞到幾多錢出嚟？屌你老母查根摘咁撚樣問撚到天腳底都問撚到清清楚楚，屌你老母！你冇啦，你啲錢係點撚樣我去啊？拎俾邊個啊？我哋有啲朋友匯錢翻上去大陸啊，出糧俾啲員工啊。要轉幾廿次嘅户口啊！一間要户口又唔撚俾，博撚咗嗰個户口又唔撚俾，幾撚難啊！呢啲嘅屌你老味嘅錢撚管制，你預撚咗你啲錢入撚咗大陸，就唔撚使可以咧，就喺香出得翻嚟香港或者帶撚咗去海外噶啦。尤其是而家香港都見撚到啦，大陸咁撚閪冧，大陸而家屌你老母俾人哋咬撚實佢唔撚放，話佢就屌你老母搞緊你呢一個嘅俄羅斯啊，即係撐緊呢一個嘅俄羅斯啊，屌你整條 SSX 出嚟。遲啲嚇，即係會揾到啲證據，大陸點樣去撐俄羅斯？你估香港走撚得甩啊？香港都冚家產啊，何況你大陸？大陸已經係做撚咗好撚多，預撚到驚你制裁嗰陣時，聽講冇撚咗個 Swift 會點撚樣？如果將來嚇中共受撚到俄羅斯一樣嘅西歐國家嗰種嘅屌你老母嘅制裁，佢哋中共已經行緊呢一個嘅壓力測試啦，預撚咗佢閪冧啦，你仲叫人帶啲錢入去大陸裏邊？你個冚家產黃一雞，你個冚家產你係咪真係黐撚線㗎？弱撚智㗎？你就最好理大啦！我就希望你繼續喺大陸裏邊揾錢，揾撚到盆滿缽滿，跟撚住大陸裏邊有啲乜撚嘢投人申興，你啲錢唔撚知點樣去撚咗邊，國家點樣去充公咗你，一間就國家話攞人民幣去兑呢一個嘅電子人民幣，係嘛？你要轉翻做港幣又唔諗得喎，每日而家只可以係銀行裏邊咧，就係每日可以借限換，唔知幾多錢啊？四位數字又好，五位數字又好，啊！你帶錢落去，屌你老母海關，經海關，屌你老母出翻嚟香港咩？每人淨係準限幾多錢，手撚咗又充公。我話你屌你老母，你含撚含得撚係嘛？邊有咁撚蠢㗎？屌你個老尾，黃一雞，你個撚樣，你真係乜柒都唔撚識㗎。你拍啲咁嘅片出嚟，除咗表忠之後，真係可能有扎嘅柒頭去信鳩你咁樣樣咧，就屌你個老尾咧，就真係得多得你唔夠少啊！不過我嗱阿方心心又話邊有幾撚多人㗎？屌你老尾係會信佢講呢一樣嘅嘢。咁啊，嗰啲電話騙案都有啲阿嬸去送啲屌你美國機師或者美國軍佬啊，美國呢一個嘅 Navy SEAL 係愛佢嘅。咁啊，屌你咩，即係謊言都總會有啲戇鳩嘅人會信嘅。咁啊，但係 anyhow 啦，唉，真係得啖笑。好，睇埋最後一單嘅新聞啦。俄羅斯舉行閱兵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7周年。俄羅斯紅牆一如往年，大量士兵組成方陣接受檢閱。除了步兵，俄羅斯國防部話仲有131套武器系統，包括各款坦克和洲際彈道導彈等參與閱兵。不過原定軍機飛越紅牆的環節就因為天氣不好而取消。總統普京致辭的時候重新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是及時而必要的唯一正確選擇，因為西方正是準備入侵俄羅斯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領土，所以要先發制人。普京的演說並沒有像外界預期那樣有重大宣布。好，回來咁啊，這個咧，我會建議咧，更加好講得琴晚啊 ，Dream Bear 咧，劉夢紅咧，喺依一個嘅光明頂裏邊咧，都有講過依一單嘅事件。咁啊，當然啦，即係俄羅斯依一個嘅勝利日月兵，即係講佢哋屌你咪打贏法西斯，好撚包撚幣係嘛？咁但係個關鍵就係今次嘅月兵咧，好撚賓州，好撚細規模，好撚唔撚見得人，好撚屌你老味嘅弱雞。咁啊，好撚多個軍種唔撚見咗，空軍又冇撚得飛嚇。咁啊，點解空軍冇撚得飛咧？有啲人咧就係懷疑咧，普京 ban 啲飛機，屌你飛飛下嗰陣時咧，就對撚住個月台，屌招，光尿咁樣樣嘅，屌你咪炸鳩佢老母閪係嘛？咁啊，即係驚人哋刺殺佢係嘛？咁啊，又驚咧，即係有啲嘅兵種咧，就已經係潰不成軍啦。好撚多嘅依啲嘅軍隊咧，就唔撚夠足夠嘅 unit 啊嚇，即係列陣咁樣樣出，點解啊？屌你咪死鳩曬啊嘛！去打仗打烏克蘭嘅時候，打到死鳩曬。咁啊，琴晚劉夢紅咧都有暗示咧，就係普京咧
似乎喺度咧就捱嗰陣時咧就好似怕凍啊，要冚肩啊，定係點撚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當然啦，隻字不提啊，即係打依一個同依一個嘅烏克蘭去宣戰，即係講得唔撚夠堅定啦，因為自己都知撚到冇本錢啊，啲即係輸得七七八八，冇乜啲 chips， 咁啊，即係唔撚夠撚膽咁樣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甚至無咧，佢係琴日嘅依一個嘅喺成個嘅閱兵嗰裏邊咧，係蒲唔撚曬夠成場嘅，內中間嘅後屘佢就已經係閃撚鳩咗，走撚咗去噶啦。咁啊，行撚開咗啊，咁樣樣。咁啊，阿超哥又講乜撚嘢啊？黃海晴係前 Cable 主播啊，係嘛？咁我發覺而家 Cable TV 裏邊嗰個新嗰個長頭髮嗰個眼大大面尖尖嗰個主播又幾靚女喎，即係好似 Cable 嘅靚女主持多撚過 Now 嗰邊嘅依一個嘅情況。好啦，講翻正經嘢。咁啊，即係好多嘅兵種就冇操出嚟，陸軍亦都唔係好夠照，係嘛？即係好撚多嘅。護衛隊啊，亦都係冇撚咗，咁啊整體就俾人哋感覺咧就好撚稀疏剝落咁樣樣，就可能咧就已經係戰死沙場嘅人好撚多啦。咁啊，普京咧亦都係話咧，即係依一個嘅頓巴斯區咧嘅軍隊同埋志願者咧，正在為祖國同佢嘅未來而戰。佢指責西方咧正在為入侵佢哋嘅土地咧就係做準備。咁啊，始終都係講緊到佢哋啦，即係佢哋啲特別軍事行動要消滅烏克蘭嘅法西斯，係嘛？依啲所有嘢。都是西方國家喺度搞搞震，冇人幫襯，同依個習近平啊，即係中共裏邊所講嘅依一個咁套路啊，係同一套嘅，屌你老母嘅套拳嚟嘅。咁你都知撚到啦，即係大家都係諗緊同一樣嘅嘢，將個波啊就屌你將西方個案弄撚咗係自己嘅永遠嘅仇敵。咁啊嚇，咁啊擺撚到明啦嚇，即係而家俄羅斯嘅軍事行動咧就一定要做嘅，要正確嘅決定嚟嘅。咁啊，但係而家已經都輸撚到閪冧，係嘛？好撚明顯啦！你見西方嘅國家陸陸續續喺依一個嘅機庫出現，咁啊緊撚定屌你老尾諗撚到安安全全，即屌你老母好似蒲頭啦！你睇下屌你老尾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導遊多係忽嘅，導遊多又蒲頭嚇啊！依一個嘅方慧蘭嘅副總統又蒲頭，國防部長嗰個女人我唔記得咗叫佢乜撚嘢名，又去撚埋依一個嘅屌你老母嘅機庫。喂，大佬啊，你啲幕僚都去同你分析下啦！屌你講真，老老柒柒啦～即係如果你冚三條撚樣去曬，一夜冚包散死撚咗，屌你老母話依一個嘅加拿大咪好撚大件事？咁啊，既然去撚得到，即係好撚安全啦。既然去撚得到，屌你嘅老母閪，咁即係換句話講，俄羅斯對佢哋烏克蘭嘅威脅應該就係減少咗啦。即係烏克蘭進行緊依一個嘅反攻，就屌你老母就應該就嚟緊啦，係嘛？成個世界屌你老母咁撚多嗰啲乜撚嘢嘅西方國家都 chip in 啊，武器啊，屌你咩錢銀啊！資源啊，咁樣樣去搞，你一個嘅屌你老尾嘅普京係嘛？你嗰個國家嘅依一個嘅 GDP 分分鐘都贏唔撚到，屌你尾廣東省嘅依一個嘅 GDP 係嘛？你點可以同全個世界去打交打咁撚耐？屌你嘅老尾，去浪啊係嘛？唔撚可能噶嘛？咁啊繼續去咁樣樣玩，就當然就會閪冧啦。咁佢仲要盡一切嘅努力嘅，要照顧因為烏克蘭戰爭而遭受喪親之痛嘅家庭。咁啊，好心咧就屌你乜喳喳林要完啦，因為你要繼續要再落去咧，都唔知道死幾撚多嘅年輕嘅呢一啲嘅俄羅斯人，係嘛？撲街係嘛？所以真係黐撚線嘅，仲要話人納税，你老母閪！你而家就屌你有冇將啲飛彈啊，屌你乜軍炸炸鳩人哋啲民居，射鳩又唔撚夠膽射人哋啲嘅軍事設施，一埋去就俾人哋再掃低你老母閪啦！你就淨係去搞鳩人哋嘅平民，你而家你仲好撚有意思？屌你老母反法西斯大遊行，屌你老母戰勝國嘅姿態，屌你老母擺出依一個嘅狀況出嚟，你覺得你自己係贏撚緊？你覺得你自己係好撚啱？哇！冇撚嘢係嘛？只有嗰啲咁嘅撚屌冚家產咧，就屌你老尾啦！好似中共嗰啲咧，到而家都未撚啊！屌你老尾係夠膽啊去譴責俄羅斯係入侵烏克蘭嘅，屌你老尾係唔撚啱啊！咁啊，馬爾烏波里依一個嘅更加唔撚敢講啦！屌你令撚到屌你咩俄羅斯死咁撚多人，打得咁撚耐，仍然屌你老母有2000嘅依一個嘅屌你老尾亞速啊依一個型嘅呢啲嘅勇士係嘛？將成個亞速鋼鐵廠變撚咗，屌你老尾！以前上海保衛戰嗰八壯士嗰陣種嘅依一個嘅情況出撚咗嚟，咁人哋就有好嘢可以講，你又冇撚嚟彩數，又冇撚嚟屌你老尾著數，
拎出嚟去做 propaganda， 冇嘢可以喺依一個嘅閱兵裏邊咧可以拎出嚟曬，咁啊，所以就屌你老尾就知撚得到你屌你老尾打依一場仗就輸鳩緊噶啦，再唔撚屌你老母撤兵投降係嘛？等撚到美國佬真係屌你搞撚到你班冚家產一窮二白，你裏邊嘅國家裏邊嘅人就屌你老母民變係嘛？即係屌你乜要玩你？咁你而且你自己亦都成全你而家屌你個老母閪冚家產係嘛？百病纏身嚇、啊，癌症屌你乜生撚到一身都係，你都就嚟收皮啦！你個老母閪係嘛？你仲要喺度搞咁撚多嘢，揾咁撚多人陪葬，為乜撚嘢咧？係嘛？咁啊！所以他在這個閱兵裏面仍然是堅持呢屌你俾烏克蘭的東部呢就是作戰的軍隊呢就在這裡保護祖國是吧、入侵烏克蘭呢他稱之為這個特殊軍隊行動是繼續要做的，所有的錯都不是他普京的錯，是西方國家的錯，那就跟這些的屌你俾中共的同一鼻子出氣噶啦，咁啊喺閱兵有60,000+人係嘛，2,000+件嘅裝備同埋400+架飛機嘅參加，咁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咧，俄羅斯唔可以盜用二戰勝利，佢仲講啊當時贏咗，而家都會贏，咁啊即係當然啦，意氣風發都好撚緊要啦，係嘛 ？OK， 咁啊烏克蘭東部嘅南部嘅港口重鎮啊 Odessa。咁啊，亦都係俾4枚嘅導彈擊中，咁啊，亦都係打一啲嘅民居嘅依啲嘅嘢。咁啊，培料夫人又接兵啊，陳美高講得啱啦。咁我哋即係繼續睇落去咧，我就相信咧，就依一個嘅普京咧，真係收得皮嘅啦。咁啊，香港就好撚大雨啊，係嘛？咁啊，希望咧就早啲就停雨啦。咁啊，大家記得就擔遮啦。咁啊，依一個嘅特區政府就唔似好似鄰近嘅地區咁樣樣咧。就將佢咧就係變撚咗，要啲小朋友唔撚使翻學，叫佢哋休假咁樣樣，就要仍然要香港嘅市民咧啊，即係冒雨咁要上班啊，亦都冇依個黑色暴雨警告，可能又驚影響咗依一個嘅屌你個咩嘅考 DSE 啊，或者係其他嘅依一個嘅情況嚇、啊。OK， 好。咁啊，你見到依一張相咧，我哋一年一度咧，我哋都會將阿俊咧。以前上山去攞愛民芒的相咧，就拎出嚟俾大家睇睇啦。愛民芒咧，先話俾大家聽咧，老闆娘咧就已經咧就係fix 咗個價錢嘅啦，同一啲嘅果農。咁啊，大粒嘅愛民芒每一箱咧就6至8粒，就售價咧就係428蚊。咁啊，如果你加埋送貨咧就係488蚊。OK， 咁啊，細粒嘅愛民芒咧都唔係好細噶，9至12粒一箱。咁就370蚊，咁啊加埋送貨就430蚊，咁啊話聲俾大家聽啦，價錢已經出咗啦，咁啊好快咧就係咧就係會接受預訂噶啦，咁啊如果有 further 嘅查詢咧，請打依一個嘅6337-0012，6337-0012係嘛，咁啊揾阿老闆娘去查詢啦嚇，咁如無意外咧，5月27號咧就係到貨，好快咧就係接受預訂噶啦，咁啊距離依一個預訂咧，如果唔係星期五開始，就下個禮拜一開始噶啦，好快噶啦。OK， 咁啊講到索氣啦，老友啊，我今日都要差唔多要食飯啦，而家都近8點啦，我亦都約咗人，我即驚我自己會遲到啦。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咁啊，卒之都過咗3000人喺個節目裏邊，咁啊星期五再同大家見面。咁啊，依排真係有啲攰啊，咁我真係要諗我 time schedule 會係點樣嘅情況。又或者真係冇乜做運動咧嚇，會係咁令到個人嗰個 effectiveness 都會下降。咁啊，大家繼續醒爬係嘛？咁啊，而家咧，我相信咧，香港李家超咧仍然係一個蜜月期嘅。咁啊，上撚咗場之後咧，即係一個短暫嘅蜜月期。咁但係依個蜜月期絕對唔會長，大家可以預計到佢目標為本係嘛？100日一定要有一啲嘢做出嚟。咁相信佢亦都係要100日內要做啲嘢出嚟俾佢嗰個嘅。主旨會睇得到，咁各位老友記自求多福，記住老我嚇想講嘅嘢，多啲食腦，多啲自己去諗清楚，我講嘅嘢都可能會老點你，啊千祈唔好諗俾人老點，亦都唔好諗人雲亦雲，最緊要自己有獨立思想，自己識得去分析，綜合各方嘅意見嚇，即係然後跟住自己諗咗一個最啱自己覺得嘅依一個嘅活路，俾自己有條路繼續去行走落去。記住嚇，叫我哋俾李家超嘅人。嚇！屌你，俾個機會佢，到時候我係問翻佢究竟有邊緊個人俾機會翻我哋香港人咧？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一定要屌你咩獨立思想，同埋真係要揾一個機會俾自己，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咁啊，今日係咁多啦。咁啊，各位老友記，咁啊，繼續睇 MHK TV 嘅節目。今晚大院有落咧，就係我同阿總理咧
就有一個 topic 叫做食在正佳，咁啊當然有嘢食㗎啦，即係介紹一啲香港嘅飲食文化俾大家去了解。咁啊點解做多咁多呢？因為講真，我都唔撚知香港仲有剩多幾多咁多嘅飲食文化咧，喺經過疫情之後咧，可以繼續咧傳承到喺度啦。咁啊做得好做，咁啊大家保重，世事無常係嘛，即係好撚多嘅嘢，珍惜眼前，活在當下。再見。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查询电话 3955-8673，WhatsApp 98108874。